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四场八人争抢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四场的话，由韩晨段、爱读和严律提供的素材啊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么今天这四场，我们挨个先看两局吧。前两局有一个小配合在啊，有一个小配合在，我们看一下。第一局主攻还没选出来，那么主攻选了一个大嘴，我们是一个贴主的大反贼，选了一个布置。那么布置的话啊，这是在体验服玩的啊。那布置两个技能，红德和定判啊，红德一次性获得或失去至少两张牌时，可以令一名其他角色摸一张牌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牌的技能。我们以前也稍微分析过布置的技能。定判出牌阶段现擦刺，可以选择一名装备区内有牌的角色，你这里注意，这个角色包括我们自己啊，令其摸一牌，然后令其选择一项弃置其一张船牌，二收回装备区的牌，你对其造成一点伤害。那么这个定判和洪德啊，如果我们自己有两张以上的装备的时候，可以跟自己形成一个配合，因为你把自己装备区的装备啊用定判实施的时候，就可以形成那个洪德了啊，失去了两张牌。那么这是这个武将啊。我们看一下场上的话，这里赵云应该是反贼啊，应该是反贼。那么刚才郭嘉是忠诚给了一波啊，忠诚给了一波。尽管取用，那我们这边求逃了啊。其实这种状态下啊，虽然这一局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大嘴局还反正是比较恶心的啊，比较恶心的。那么这个无懈是不想把无懈丢掉啊，是打了一波赵云啊，打了一波赵云。那么郭嘉被崩掉了，蔡夫人的话看一看，赵云继续桃子抢救啊，继续桃子抢救。那么妓女不选在这边，有的时候偏内线，但是在由于在这个体验服啊，所以的话选将上面其实并不能看出来什么。那我们摸两张，给赵云洪德来一张啊，给赵云洪德来一张。那么顺手杀一刀大嘴，挂上八卦。南蛮不开了，注意这里你不开南蛮肯定是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不开弃两张牌给队友摸一张，然后这边注意跟司马朗形成了一个配合啊，跟司马朗形成了一个配合，摸一张，然后两张他拿过去，又是一个洪德的契机形成。这样的话，只要我们如果啊有一牌在手，跟司马朗发挥俊兵的话，这个过牌量还是比较大的，还是比较大的，对吧？好，那么吕布的话，这里干了我们一下，哦，九路看来是要往我们身上撒了，但是这个闪肯定不闪的。桃子一个，好的，我们还有一九啊，可以保自己啊，可以保自己。那么注意，司马朗刚才是给了九的，所以这边的话，这一局啊，这个大局啊，大局的降命啊，是这么确定了。那么借吕布这里还要去过牌，这个不应该啊，这个不应该。司马朗的话，这肯定是给你烂牌呗，找一找。那么赵云的话去强杀甲鱼，这里毕竟群雄甲鱼啊带乱舞的，所以的话他如果出来一波行动，反贼啊还是面临崩盘的危险啊，还是面临崩盘的危险。那么赵云这个乐的话，其实如果保险一点，应该来说乐甲鱼更加一点啊。司马朗杀一下甲鱼，一刀带走啊，那还好啊，那还好。甲鱼这边一跪的话，那么后面呦，这个离线啊坑爹了啊，这个离线坑爹了。那么那边搜索连环杀一刀带向吕布，当然这局打到这个阶段啊，你说反贼一定能赢吗？当然没有那么明显啊。那边又是俊兵过牌啊，又是俊兵过牌。那么到了我们这里，我们再看啊，再看得无单行魔牌给司马朗补一张，然后九路。其实这一局啊，如果大嘴不死，我们可以继续啊，可以继续发动俊兵，然后俊兵再来洪德玩一波，再来洪德玩一波。这一局的话主要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个潜在的啊，以等以后布置明确上线之后，我们也说过布置的好基友比较多啊，比较多。他这个洪德啊跟人之间的配合太多了啊，太多。所以的话这一局我们应该来说司马朗跟布置之间有一个小配合啊，所以这一局的话并不是说局有多精彩啊，而是就是这个配合看一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局。第二局的话其实这个配合也没怎么发挥啊，
也没有过分的发挥。好，看一下这一局，这一局的话同样是个反贼贴主反，八号位主攻左慈上来有化身智慈啊，成功备战待敌，才同天地逆天改命。那么这里的话是直接司马，这是反贼啊，这是忠臣，然后这边应该是忠臣了啊，应该是忠臣了。锁锁连环带出去，雷杀带一刀，但是没有啊，没有。这样的话，农民这个状态去打，还是相当蛋疼的啊。司马挂上青龙，哎呦，九路一发。但是啊，如果当时是队友，还算不错啊。直接进行了耗尸，然后开一个桃园啊。开个桃园，那么整体的话四番已经明了，那么大师跟农民的这边肯定是可以配合啊，肯定是可以配合，但是他把自己空城状态去打的话太危险了。这蔡夫人还直接挂起了黏奴，哎，还好没有一下挡掉。那么这里注意啊，小配合啊，小配合，都娘找农民，然后加上周泰，这一个三角了，这个三角关系了。一个帮助屯田，二个的话，其实啊，我们这个都娘给的是都娘加一，这样的话可能是稳摸牌没有问题啊，稳摸牌没有问题，但是回合外的话可能会对防御啊造成一点伤害。农民瞬间觉醒了，当然这是第四个屯田了，好评啊，好评，安得其法。那么整体啊，这第二轮农民就被硬搞觉醒之后的话，应该来说大家还是好打的，但是不见得能保住大师啊，大师一血，农现在我们手里是没有桃，但是农民把这个桃吃了啊，看看司马能不能没断杀啊，能不能断杀，断杀了，好的啊，断杀就好。那么这样的话他可以继续啊给农民，哎呦，这一波你怎么去换农民呢？大师这个打得太难了，打得太难了，不可活，这里宁可换周泰啊，上一把玩得倒挺好啊，对吧，都换自己人啊，但是上一把他也是知道农民手牌的啊，可保万全。这样的话一波现周求逃了，求逃，大师这个状态啊无中生有，嘿嘿，注意无懈，漂亮，注意啊，我们的都娘这个时候就体现得非常的关键了啊，体现得非常关键了，对吧，你有牌我直接一个都娘破空城啊，直接破空城啊、嗯、那么然后的话该倒就倒呗，有九路该怎么倒就怎么倒，那我们这里直接一个南埋收掉中内，再来一个九啊，都没有用的九路吗？没有用九路了，直接一刀带走哈、啊。当然那边都空城了啊，没有牌，没有必要。所以的话，整体我们的理念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整体发挥还是可以的。除了跟队友之间形成一个配合之外，那么第二轮我们这边就展示了都娘的一个，破防啊加工的属性啊，破防加工的属性。那么最后一个万箭直接带走左慈啊，直接带走左慈。那么上一把注意他有个智持啊，所以的话如果他没有智持，我们甚至可以直接嘿嘿，对吧，刚左慈啊，刚左慈，好吧，这一局也是看着一个小配合，然后加一个李岩的都娘啊，都娘，但整体的话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啊。我们看一下第三局，第三局就比较那个了啊，主攻曹睿，贴主春哥没有问题，大反，大反啊！万苍生，幻化游心啊！曹睿南蛮一开，我们这边的话直接掉血，那么挨个那边的话，虞姬开始蛊惑了，开始蛊惑了，变幻莫测啊！那么这个局面啊，大家注意，远位曹植这里还是很偏中的，还是很偏中的。甲鱼难讲，其他几个人司马有点哦，我本来想说司马可能会克主攻的，结果人家跳中了那是没有办法了。曹植没有动，甲鱼的话这也不动，这都不动，如真似幻，扑朔迷离，借刀杀人啊。那么这里注意啊，曹睿啊直接质疑了，但是这应该是反啊，这个五五有点偏中了啊，
左慈这个五谷有点偏中了，我们待会儿再看究竟是不是中。那么挂上两人装备弃牌，锁锁连环带上来，宗臣啊，木马走出去，要过这桥拆一个顺着转羊，拿了盾啊。那么现在啊，这整体的话，我们这边当然不太虚啊，不太虚，有一桃吃一个，杀一刀司马，当然司马这个肯定杀不动啊。刚我们强行再卖血，再来一刀，当然啊，这个可以有啊，你二个也要防九杀啊，二个也要防九杀。那么整体我们这个应该来说伤势还是比较神的啊，还是比较神的。那么那边桃园一开，给我们奶血啊，九撸曹睿，但是有伞啊，木马里面有伞，没有办法。他这个远位竟然选了一个反贼，打也可以打吧，打也可以打啊。生生不息。好，那么那边虞姬继续借刀杀人，这一次坑到了，这一次坑到了，坑到了借哑巴。那么这是第一发，第一发，左慈。哦呦，这个前袭变换南蛮黑色啊，这个南蛮还是可以坑虞姬的，就在今日蛊惑闪啊，这个没有问题，大家都不敢猜，不敢猜那就直接过了哈，直接过了。借徐庶不动，曹睿的话这样整体他菜刀这里给司马效果不大呀，你还不如给左慈啊，我觉得啊，左慈都明的有前袭了啊，都明的有前袭了，他去打一打虞姬，应该来说这个局啊，应该来说主中方面应该选择破虞姬或者假虞为先啊，你给司马有什么用，对吧？当然他给司马的话就是先行行动能力啊，先行行动能力，但是的话你给后面也不怕乐啊，司马在这边保乐呀，对吧？所以整体还是应该给左慈比较好一点啊。早知今日，既与民主当初，天下可图。那边贾鱼现在已经被带到一起啊，反贼其实状态也不是特别好。顺手转羊，这个顺手啊，为了保一个桃子，惹上禅运，是红桃啊，扔了红桃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虞姬应该来说吃一刀了，一血啊，一血。你奈我何？南蛮啊，南蛮。那我们直接联营模式启动啊，联营模式启动。甲鱼不怕，那边杀一蛊惑九，主公在猜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四个人已经中了，四个人已经中了。那么直接虞姬进入这个神棍，随便猜啊，随便猜。但是我们远没有那么简单啊，就看主公能不能干他，或者司马那边能不能干他。你我推心置腹，岂能相负？估计会给一杀，顺手转羊拿了一个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强行撸徐庶啊，撸徐庶。哎，还是要贵了，还是要贵了。但是啊，虞姬虽然贵了，但是整个啊主中方面四禅院在这边。整体对于反贼还是有好处的啊，还是有好处的。那么左慈至少打到一血之后，化身什么的都亏啊，都没有一血，你即使有卖血流都怕。哑巴现在是肯定不能那个诛害了，司马可以动啊，司马可以动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应该来说整体目前的局势是反贼啊没有优势啊，反贼没有优势。但是春哥毕竟五秒真难能啊，五秒在男人那边的话，杀一刀曹植，曹睿的话看一看，加一木马走起啊，木马走起，国泰桥。那我们这边可以强行撸主啊，可以强行撸主啊。国泰桥拆了木马，当然还在继续选择打哑巴的话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。但撸主的话就可能会更快一点了啊，更快一点了。司马这样强行杀主，保一下哑巴的血线，顺手转羊一个九撸，漂亮，还是雷杀 ，nice。而且这里注意啊，一个九雷杀，司马强行被迫一血，这样不好意思，无法反馈啊，无法反馈。那么一个万箭出来，漂亮的不行了啊，漂亮的不行了，打你们一个措手不及呀、啊。
对吧？你这个挥霍他，司马有承认不能改判吗？不能改判，对吧？想法不错，保队友，但是无可奈何，一写承认大遗产啊，承认大遗产。好，顺着阮阳录一下曹睿的加一，锁锁的话倒是可以带吧。那么，强行杀一刀主公，嘿嘿，有情者自伤，再来。还好啊，我们又挺住了啊，这个伤势还是比较神的，还是比较神的。过了各种神牌啊，所以我们这一局春哥的运气也不错啊。幻化游心，主公吃桃。朕尚能明那这样啊，我们其实这里可以那个直接决斗杀一刀曹睿，但是如果这样强打司马的话也可以吧，也可以，毕竟就直接带走司马跟曹植形成一个联动，联动之后的话有距离，曹睿那也是个死啊，那也是个死，对吧？只有今日，所以最后啊，这里四禅院在这边啊，还是比较恶心的啊，比较恶心的，特别啊，最后坑司马，坑得很嗨。主要新虞姬的话，在场上啊，能够禅院一波人啊，还是感觉比较难的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的话，我们江东小爸爸哈、啊，江东小爸爸，小爸爸前期嘿，来上我吧少年们啊，一炸就抓住了教主啊，这反贼王一达无懈反贼哈、啊、反贼，开局我们就早虐直接早晨三血了，那么后卫如果还有个忠臣带一带的话，那还是比较轻松的，还是比较轻松的，黄盖可以有、哎、那目前我们这个状态就怕七号位贾云那边啊偏反啊，可以啊，可以，那边的话给了刀刀啊，给了刀刀。强行收队友了反贼啊，这样一收之后苍生何存，调一个这远位反贼，这顺手不该啊，这顺手应该来说给距离啊，给距离啊，那个显得太渣渣了。那么剩下一个后两位撕逼，这个就难讲了，这个就难讲谁中。哎，那顺手没有顺，我们应该是忠臣了，应该是忠臣。而且这里注意啊，他来了一个万箭之后，嘿嘿，紧接着如果他再开一个大招，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能顺利觉醒，而且反贼打不到我们。漂亮漂亮，这里啊忠臣打的还是可以的，打的还是可以的。谁敢留你到五境？啊，宁可一酒啊，宁可一酒，照马不拍，手里还有桃，怎么回事？那我们顺利觉醒，送一波忠臣啊。黄忠这里可能更加偏内一点啊，更加偏内一点。如果甲鱼是内奸，这个时候打成这种状态，其实不好打啊，其实不好打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无可奈何，虽然我们觉醒了，但是也比较尴尬，就看黄盖这一波大过牌了啊。过拆桥打了一波无懈，再过拆桥，为血前耻，不惜物身。是逃，这才加一有个啥用呢？贤臣则这还不如拆手牌啊，还不如拆手牌。没红杀有距离啊，有距离啊。那么送一个酒保命啊，续一秒哈、啊，续一秒。那么王毅的话肯定就 game over 了。那么紧接着就是甄姬啊，紧接着就是甄姬。那么整场的话，其实亮点就是开局的一个觉醒嘛，贾鱼跟黄盖的两个神众啊，在这边给力啊，非常给力啊。而且啊，贾鱼乱舞配了一个炸翔啊，苦肉啊，乱舞配了一个苦肉。我们这边阴魂再给一波牌，这个过牌量就相当大了啊，就相当大了。最后这边的话，你姜维啊，姜必约基本没机会了啊，嘿嘿，直接一波扒光，有酒有桃没用啊，没用，一拆走黄盖，继续送一波啊，对吧？这个排插摆在这边啊，你对面没有机会的啊。所以的话，这种局面啊，还是比较轻松啊，比较轻松。老夫来助丞相一臂之力。但是感觉今天整体这几场的话，其实，局面的话没有
特别精彩啊，没有特别精彩，前两局一个配合，主要就是给大家看一看，然后禅院四个禅院偏娱乐一点，最后一局的话孙笨这么觉醒也可以啊，觉醒也可以，然后两个队友啊还打得也可以吧，主要看队友好吧。那么今天这四局就到这里，最后就谢谢大家。